说到了部落文件站，目前总共设有11个部落文件站的光复乡，在岁末年终之际，乡公所特别办理文件站联合成果展暨座谈会，展现学习成果，各站也彼此交流经验分享。爱唱歌的阿美族长辈现场 unplug 大合唱之外，活泼轻快的舞蹈，阿美族更是少不了。这是光复乡部落文件站联合成果展的现场。光复乡公所在岁末年终之际，特别办理全乡部落文件站联合成果展，展示各项学习成果以及特色，各站也彼此交流情谊。那我们这边农场地是一样，它的文件都很好。光复乡目前有11个文件站，算比例算很高很高了。目前总共争取设置11个部落文件站的光复乡，有超过500多位的部落长辈受到服务照顾。连任成功的乡长林清水不因此自满，在陆续建制完成部落聚会所之后，也将结合部落协会推动文件站等各项原民政策，照顾更多的部落长辈。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。